师傅是要枪毙咱们了。师傅不是货，是货躲不过。听天由命吧。 伊特巴彦，你可真是个有福之人呐！有话就讲，有批就放，要杀要砍，随便。我既不杀你，也不砍你。那你要干什么？你爸来了，我要让你们父子相见。我爸？对。 进来，儿子，你受苦了。儿子，爸呀，今天来就是要救你出去。救我？对，我想尽办法也要救你出去。你可是咱们老于家的独苗啊！ 您是啊，傻儿子，你连我都不认识了？我是你爸，啊！你小时候啊，爱吃李子，后来爸又送你上万年镇上上学，啊！爸，我没忘，我怎么能忘呢？哎，没忘就好。 没忘就好啊！我先不跟你多说了，我得赶紧去救你啊！咱们走吧，我带你们去抓那只马帮。好，好，好，快走！大伯爷，你什么时候在这儿有个爹呀？你没看出来啊？那不是老谋子李万年吗？啊！ 太像了，谨记之后。老谋子，好样的！ 母子，啊，莫你的小祖宗，哪那么多废话，快去！
找狗？狗洞，找狗洞。我想他在什么地方？来。雪春发信号，成功了！康健他们成功了！太好了，咱们赶快回去，赶马进寨。好。帮在哪儿呢？嘘，别说话。他们呢？就在前边。海军，海军，这次看他们往哪儿跑。海军，队长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赶快把小鬼子武器弹药搬到寨门上去。好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啊！现在离开，小鬼子马上会追上我们。我们现在就要砍掉这只尾巴。顺利脱身吗？这点我是坚信不疑的。在敌人众目睽睽之下，万一有个闪失呢？哼，那是你不知道，他在我们部队有个绰号。什么绰号？老不死的。老不死的，这绰号有点意思。怎么回事？把老头给我带上来。老头呢？老头呢？海军，我枪弹了。什么？中了，把他调虎离山计。八嘎！海军，快回黑风寨吧！回黑风寨。Woo!
火力太猛了，给我炸掉它！ 阿蒋，保卫好自己的家园。等万恶的小鬼再来的时候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让小鬼子有来无回。 谢谢老师。走吧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
哎，队长，这次真不怪我呀！你说什么？哎，队长，真不怪我呀！是基业太君，他胆敢为自用，他从来不听从我的建议，这次才会落得穷极富悲的下场。你再说一遍。 兵家常事，赵三，只要你重整旗鼓，支持后勇，我是不会为难你的。大队长，传奇大队长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焦炳的再生父母，我一定为大日本皇军尽忠效劳。行了。 不要听你这些阿谀奉承的美丽辞藻。嘿，我要的是行动，懂吗？行动。是是，我会马上行动。哼，那么你告诉我，你打算从哪里入手？他过得了这一关，可能过不了下一关。大队长，这一次，有咱们动手，他一定会翻下阵来。赵桑，我劝你。 咱们到头子那儿看看。谁？是我们。<笑>你们怎么来了？今天晚上啊，我们爷儿俩来替换替换你们。<笑>我说老哥，你就拉倒吧。你看你这把岁数了，你我可不比你大几岁。你呀。 最好把那“老”字给我去掉，叫大哥。<笑>好，大哥。哎，<笑><笑>快回去睡觉吧。好啊，小子，咱们走。 不行啊，明天就要过苗寨了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，我得想想啊。那你不怕把自己熬垮了？<笑>垮不了，不把小日本赶出中国，我是不会垮的。<笑>你呀，我来啊，是想跟你说件事儿。你告诉我这事干什么？ 这事儿还小啊，他可钻进我的帐篷了。你拉倒吧，你以为我眼瞎？
你平时就跟他眉来眼去的，钻进你账里，不如说你勾引人家。于海龙，我可是你的女人，你怎么？为了完成任务，我可以视而不见。你还是个男人吗？跟他们相比，我差了很多。你减少去。 你们不就想听那点事情吗？能行？我给你们说，那胸脯，那大腿，那雪白的大腿啊，我一见到那大白腿，我就起了欢喜了。好下水。 啥意思啊，老谋子？我真服了你了。你说啥？我说我服了你了。哎呀，这今天这太阳从西边出来的，我们萧小同志都服个人了。哎，你小子还想表扬表扬我咋的？ 说真的，今天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能把你跟你老大爷联系在一起啊！是啊，雕虫小技，不值一提。老谋子啊，你说你咋就装那么像呢？就让我不是队长提醒，我真就认不出来。你看啊，咱是干侦查员的，对吧？这点手艺，那不是咱吃饭的家伙，说。 是，哎，老婆子，教教我呗。教你？你这玩意儿咋教？这不是教的玩意儿吗？猴子，你说你太小心眼了。你傻小子咋不信呢？我不是不教你，哎，你要想练这个手艺啊，那你得学会观察。观察？对呀。 看啊，你平时啊，就注意认真地观察一下子你身边的各种人、各种事儿，是吧？完了，回头没事的时候呢，你再仔细地揣摩一下，那你就自然而然的积累出来一些玩意儿啊。哎，嘿嘿，臭美吧你！ 什么事儿啊？怎么神神秘秘的？爸，我不想再装哑巴了。为什么？这些日子是我长这么大最最痛快、最最难忘的日子。我想喊，我想叫，我想唱。昨天晚上，汤队长高喊冲啊的时候。 我也情不自禁地喊了出来。还有，我是个女儿之身的事情，陆军医似乎也看明白了。是吗？我来月经的时候，他话里话外让我注意这注意那，可关心我了。真的？高下他是？你就是个粗心鬼。 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，我真是太粗心大意了。关键是这萧小太逗了，人家女孩生理期，他非要说人家是负伤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吗？笨蛋，萧小他就该打屁股。哎，我得提醒你啊。 以后你留心，别再让高夏跟着你们这帮男人摸爬滚打的了。女孩大了。
男女是有别的。雪纯啊，你真是我的好好。好什么呀？好参谋长。队长，他打了，他带，他打他娘啊！娘的，不许打！怎么回事？你看，谁也不许开枪！怎么，你怕咱们打不过他们？不是打的打不过的问题，打得过也不许打。走。看队长，我就是想不通。你有什么想不通的？你为么子不能批准，不让打。就是，我们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，难道还为这？他这个小河狗，就是。好，你们还有什么意见，都可以说出来。看着他们张牙舞爪的扑过来，我这一梭子出去，准能撂倒他几个。没错，凭咱们这几杆枪，就能杀开条血路冲过去。还有吗？我，郝大爷，你想说什么？还是算了。怎么算了呢？难道你不想跟我们大家交流交流吗？交流？恕我直言，我是黄埔十八期的，是我们蒋校长最忠实的追随者。我们校长曾经谆谆教导我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赋，命令对我来说就是生命。为了完成任务，我的枪口会一直向前。也就是说，挡我路者死。李副官，来，走。是。呦！嘿嘿，牛气得很。搞屁！我就是看不，你也看不上他。也就是，我是背着手尿尿。哎，郭大哥，啥意思？不服他。哎，就是这国民党官啊，就是这个熊样。不是，咱少搭理他。一边凉快去，行行什么行？猴子，你净给我添乱！我咋给你添乱了？这个人啊，有不同的意见很正常。你看见没有？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啊，不一般齐。康健，你还是把为什么不能开枪的原因说一下吧，这样大家的思想也好统一。对，讲讲，说一下嘛。好，我讲。道理很简单。你们想一想，我们能向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开枪吗？母子。他们怎么就成了我们的兄弟姐妹了？是啊，
咋就成那么的兄弟姐妹？我们中国啊，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，这就好比是一个大家庭。在这个大家里面，任何一个少数民族，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。那他外母子当我们的老嘞？是啊，咱得过去呢。是要过去。要过去，我们可以跟他们谈判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我相信，这些苗族兄弟们一定会深明大义，和我们一起站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线上。选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安营扎寨。哦，快傻猴子，你快点喽！哎呦乱，哎呀快点，我顶不住了，哎呀，这个傻猴子，你今天怎么老是心不在焉的？我一直在琢磨呢，那咋能碰见闺女？是女鬼吧？是女鬼？找你报仇啊？什么叫报仇？我啥仇呢？那就是男个男鬼，夺妻之恨。哎，那上次是他。再一次是你，你再跟我说这事，我摔死你啊！大叔啊，咱们得尽快和苗寨的头人取得联系，希望得到他的支持，早日通过这里啊。这儿的情况我非常了解，一切事务都是由罗师来说了算。罗师？罗师是什么？这个挪师啊，就相当于咱们汉族的巫师或者是神汉。挪师的权力有这么大？可不是嘛，苗民把挪师当作神灵，他是上管天文地理，下管鸡毛蒜皮，就连生老病死也都是由他来说了算的。再加上过去受到过国民党地方官员那些汉人的迫害，所以他对汉人是相当的仇恨。我过去跑马帮，在这里没少吃过他们的亏啊。阁下，那边有条小溪，我去洗把脸。你也要去？走。
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开枪吗？不是不让开枪吗？这下可好了，他的未婚妻被掳走了。我看他怎么个救法，是不是说一套，做一套？你少幸灾乐祸啊！哎，你可别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啊！我这么说，还不是为了替你争回点尊严？尊严？好歹你也是个党国的上校。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，软了吧唧、唯唯诺诺的，你的骑士风度跑哪儿去了？我真怀疑。你怀疑什么？怀疑跟了你这样的男人还有没有一点安全感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找康健去。曾经走过的山路，山里的野花又在悄悄绽放。想来想去，重复着花开花落的传说。歌声，歌里的琴声还是那样悠扬。荡来荡去，弹奏着情到深处的故事。归来，春归来。